是演出原本是两首曲子，那稍微浓缩了一下比较精华的部分给民众欣赏。他们就有许愿说希望来台湾能够吃到台湾的小吃，包含了盐酥鸡、珍珠奶茶，然后还有古早味蛋糕等等。那当然就是我们台湾人非常热情的回应那种大二高学生的期待，那大家都是圆梦大使，然后实现他们的美梦的清单这样子。